住落嚟嘅時間，我諗我哋喺台上面呢一度先要嚟啦。战胜我好吗？再嚟一次，一二三。多谢我哋工作人员嘅麻烦先啦，因为每一次有主持嚟到现场嘅时候咧，其实个感觉啊，都好似去到演唱会嘅一样啊。咁我哋呢边请自己嘅老朋友。今日我哋要唱嘅歌叫做《一上晚风》，希望大家会中意，同埋你哋心想一齐唱咧。我未嚟嘅時候，我已經聽到大家喺度唱。小燕，等陣可能會咁樣，咁大家。